手笨脚的，赶快给我起来。妈妈，我腿疼，起不来。我看你就是撞的，你给我起来不起来。不不，媳妇，快起来，不许你欺负果果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我们家的事要你管？你欺负果果就不行，有我翅膀保护她。她是我女儿，我今天非要教训她。你敢，我把你砸晕。你个臭小子，你来试试。姐，你最近有没有种好新化妆品啊？我这皮肤又干燥又痒。那你算问对人了，我刚种草了一个乳液，特别适合秋冬干燥季节用，来你试试。太好了，哎呀真滋润，抹到脸上立马不干燥了。我的老妖啊！活该，这叫恶人有恶报，报应。果果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过来扶我。哼，我才不服你这个后妈。以后再欺负果果，我就告诉果果他爸爸。哼，快跑快跑。